师傅，师傅，你轻点。那个，我跟你讲啊，你给我稍微的修一下就行了，稍微修一下，好吧？我长这一身毛也不容易，你手下留情啊！你弄死我吧，我不想活了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剃毛的狗啊？不是我，你什么？你这叫时尚？你懂个屁！光屁股就时尚了？哎呀，什么东西？剃毛剃的跟个小丑一样。我剃了毛，肯定比他好看。这什么东西呀？啊，这我剃了毛，还不如人家呢。狗其实跟人一样，也有着自己的烦恼。它虽然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华丽外表，但却饱受同伴们的排挤。没办法，长得帅也有罪。好啊你！我说怎么最近家里的鸡都不下蛋了？搞了半天都让你截胡了，干啥啥不行，小偷小摸第一名。你在这儿给我好好反省反省啊！我们的英雄回来了。并且是满载而归，看样子这是打了个大胜仗啊。那个冒昧的问一下子啊，你这是草狗借箭？我始终想不明白一件事，就是为什么你非得以这种形式蹭痒呢？你瞅瞅你这个样子啊，哎呀，不拉过去耕地可惜了。